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夜场。话说这个礼拜了哈，台股可以说呢是可以歌颂的一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在这个礼拜，台股呢啊已经重现万点了，重现万点哈，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哈。那等于呢，这个相隔15年之后，台股重现万点，你看到来到10014点哈，不是只有看到一天而已啦，放大来看哈，来总共有两天时间让你看到万点啊。不过看到万点之后呢，看到万点之后啊，它现在掉下来了啊，那会不会说就这个样惊鸿一瞥？惊鸿一瞥之后呢，啊就成为绝响呢？会不会这个样子？我相信大家现在觉得啊，不可能吧？不会说这一下子呢，两天看到万点，然后再来又告别万点，这个像什么话呢？是这么讲的情况之下呢，不管多空双方啦，应该都觉得呢，这个样子的话，似乎太不厚道了吧？好 ，OK， 来，刚好我引用一下在报纸上一个标题了哈。来，这位编辑呢下的标题呢啊写的不错啦，说万点大关呢恐怕要多次测试才能站稳，那对不对？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呀、啊，万点大关恐怕还要多次的测试，它才能站稳。讲的很有道理，讲的很有道理。来告诉大家哈，这些话是讲给多头听的啦，是讲给多头志士听的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呢，你要多次测试，经过换手完了之后呢，这一下就站在万点之上，给你涨到接着呢啊，涨到一万二，甚至涨到一万五，涨到哪里去？这个通通是讲给多头志士听的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换作我，并不是完全不认同了哈，我只要改几个字就可以，改几个字。在我观点来讲的话，抒发一下心得啦，万点大关恐怕还要多次测试才会死啊，讲到死不好听啦、啊、不要讲死啦哈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万点大关恐怕要多次测试才会 gain over。 这个股市来讲永远也不会 gain over 啊，对，游戏都还会继续啊、那这样讲不好，再改一下，万点大关恐怕要多次的测试才能什么，才能正式反转。什么叫正式反转？实现那个万点逆转胜的最高价值。等我再讲什么了吧？这种情况之下，跟这里所写这一句呢，意义就不相同了。这一句话的意义是在万点这里测试换手之后呢，来继续涨。那我告诉你，意思代表什么？万点不排除呢，现在掉下来，它会再拉上去吗？再过几天再看到万点吗？是不是？但是这样跟你反复的话，多头说这个叫做换手，大换手。那如果从呢反过来看的话，就什么盘头。讲什么东西呢哈，讲什么东西哈，假使说这个样子了哈。好 ,OK。从10014打下来到9800哈，再下来，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大换手之后要继续给它涨到哪里去，或者是所谓呢在这里盘头之后，然后正式反转。看哪一种嘛，看哪一种啊，是不是？好 ,OK。那么有一点哈，在原本大家想说，如果说来一个台股通的话，那一下子呢铁定啊就是这么一位是往上飙的嘛。但是还记得吗？其实这个议题啦，大概就这一个礼拜而已。那前几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过，我说在我认知里头真的有办法台股通吗？现在马上台股通是那么简单吗？在我认知很困难啊。在我认真真的很困难啊！如果真的台股通的话，请问一下，中国大妈可以把台股整个买下吗？行不行？能不能整个买下？可不可能？可不可能的话哈、那么这个礼拜呢，假日公益节目《全方位理财家》啊，每个假日中午12:30啊，你自己看看，到底中国大妈有没有能耐把整个台股给买下？你看了就知道哈。好啊，回归到正题了哈。问题要真的要台股通没那么简单啊。刚好在礼拜五呢，我们就听到了哈，这个记者采访了这个国票金控董事长丁瑜伽。丁瑜伽讲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。那如果他讲的更斩钉截铁，我只跟你讲，那个真的很困难。那如果丁瑜伽讲他根本不可能，那讲一讲不可能之后呢，结果呢，你看到。来，是不是因为这个样？结果这个行情到最后啊，给你收低啊，偷杀尾盘收低。哎，来一个东西了哈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偷杀尾盘杀在哪里？杀在哪里？杀在金融啊，因为之前讲说要台股通的，台股通、台港通啊，所以呢拉什么？好 ，OK， 拉金融啊。结果你没看到啊？比方说了哈，不用讲什么了，来。郭台铭哈、偷杀尾盘啊，最后一盘给你杀几张？最后一盘哦，最后一盘就杀了8000多张，最后一盘就杀了8000多张。
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前几天我们讲到一件事嘛，我也跟大家呢拿了这个所谓金融股当做范例来做探究啊，讲到这个龙头啊国泰金的一个状况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不晓得丁瑜伽他要讲什么哈啊，更何况这个行情是不是因为丁瑜伽讲什么因此而杀金融的啊？这个都不见得啦啊。但在节目当中，我跟你分享在什么地方，不懂半跌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嘛哈。来看到。我跟你讲哦，国泰金它本身月 K 线，月 K 线里头啊这样的一个大背景，你看到曾经93掉到24块，然后大反弹，大反弹之后你要计算哈、啊，原始第三大关559代表什么？代表说它曾经一度过关啊，过关啊没有真的呢给它导向回升啊，过关之后还是做拉回啊，是做拉回之后，人家呢现在卷土重来了啊，卷土重来情况之下，你还是别忘了哦，原本第三大关在559。了解我意思吗？哈，虽然之前曾经过关了啊，过关没有这导向回升的话，它再吸下来，好卷土重来的话，你还是要记得原本第三大关在559哈，在之前曾经一度给它超越，现在来到会不会对准它？会不会对准它啊？你看到吗？来到哪里？来到565，来到565，那么565的话，这样不是突破了吗？突破几毛钱那个不算真的突破了哈，总是有个弹性空间嘛。啊，到底要个突破到多少？我说没关系哈，你现在看的这个是月 K 线，心里头先明白一个559原本第三大关。好 ，OK 啊，接下来呢，再浓缩一下变成周 K， 变成周 K， 你就发现了，当时那个624掉下来，周 K 掉下来到这里啊，原来回跌不破底最大干刺角，这个晓得了哈。再给它卷土重来之后呢，卷土重来呢？这个阶段而言是导向回升，这个阶段而言导向啊回升不见得创高啊。请问一下，要是回升不创高，最大干刺角在哪里？564，564，它最高来到565，这个就更加刚好了，更加刚好了啊。所以心里头原本就应该有个谱嘛，心中有一把尺，这个尺在哪里？也就564到559，559到564，在56附近这个地方啊，原本就反压地带。原本就是反压地带，我也没有告诉你啊，那个反压它一定没有办法克服啦，啊，只是事实摆在眼前，现在克服了吗？并没有。来看到呢，我们追踪它到这个是礼拜四啊，这个是礼拜四啊，不是礼拜四，礼拜三了、啊、哈。到礼拜三的时候呢，啊，它给它呢，这个样565掉下来到546，然后呢，到礼拜四，这个礼拜总共有只有四天而已嘛哈。来看到结果摘下来，摘到了537啊，没有摘很多啦，到537啦啊，537的话。那537其实是那你如果说单单了、啊、哈，来单单来看到这一个所谓的30分钟 K 线了、啊、哈，79.95涨到565，好，起码呢它遇到反压之后先做一个反应哈，来来来算一下，当它遇到反压，没有人讲说它以后肯定就不能再涨了哈，我只是让你明白，当它遇到反压的情况之下，先做了一个反应啊。是什么东西？来一个数目字出来的，回档第一关在哪里？539，第一小关啊，第一小关啊 ，P1 等于53.9。好 ，OK， 你看在礼拜四哈、啊，来盘中两个低点通通是537，那达到这个第一关呢、啊，就把它给撑住了吗？收盘它是收低哦，啊，这样是不是代表破关？不见得啦，不见得啊，还要看到下个礼拜到底怎么表现啊。如果第一关撑不住啊，再下来第二关甚至第三关嘛。就这么一回事嘛，哈啊！如果撑得住呢，要算他强势整理，算他厉害啊，然后再来挑战一次，就这么一回事。但是呢，讲个国泰金的情况之下，看起来的话都相当吻合嘛，跟半对数的反应来讲，相当有意思。不过呢，有人就问我呢，崇哥，现在如果讲到金融的龙头啦、啊，金融龙头呢，其实另外一个更强的，应该说是富邦金啊，对不对？国泰金呢，已经现在呢，退居第二个而已啊，老二而已，老大变富邦金。好 ，OK， 你说富邦金比较强啊，也没有关系了哈。啊，利用这个假日节目呢，我们一并做个探讨。好的，的确，富邦金最近表现的一个强度呢，还胜过这个国泰金。那如果这个样子看的话，富邦金一样从远的来看起的，月 K 线先来看起哈。那我们先看看富邦金到底呢啊有没有对这个半对数的反应如何？来看到，当初从谷底15.95。涨到48.8月 K 哦，然后做一个大拉回，拉回到二字头。好 ，OK， 当初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啊，同样嘛，你就要计算呢，来半对数回档关卡在哪里？先从过去啦啊，然后呢，过去验证再来推算未来比较意思嘛啊。好，一个数目字就来了，多少？27.9代表第几关呢？来看到啊，
P2 27.9， 所以仔细看了哈，当初从48.8打下来，第一次到哪里？第一只脚2828对应279没错啊，啊再拉上去呢，啊拉上去再来破底，哎破底是到276了，还是对应这个关卡？没有侦破，没有侦破，所以这两只脚通通对应这个关卡之后呢，是这个样子起死回生再起来的哈，所以呢。啊，这个过去式啦，问题是重点是从这里再起来之后，人家涨到都已经创高了哈。那好，没关系，再下来的话，我们把这一块，把这一块，就这一块就好了啊。再把它呢，用周 K 来放大哈，从月 K 要看到周 K 了哈。来看到从这个所谓的中途这个 27.6 这个底，给它再拉起来，再拉起来之后，那拉起来同样嘛，看一下它过程当中有没有按照半对数这个步伐嘛哈。那比方说你看276涨到42的时候，然后有做回档啊，有做回档，过程当中回档啊哈，一样给大家了解一下，在过去它的步伐来讲的话，到底都有没有在对应呢这个所谓半对数的关卡呢？马上就 OK， 来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，369哈。真正意义在哪里啊？来，他达到364差不多了哈，来强势整理了，强势整理了，只有到第一关而已啊。于是乎呢，只有横盘，横盘之后人家又给你继续涨啊，横盘之后从这个地方呢，几乎等于说从这个地方这里都是整理嘛，这个地方整理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呢要发动攻击。也有发动攻击，好啊，既然如此的话没有关系，再来就从这一段 38.85 这一段正式又起攻，这一段呢我们继续再透过日 K 线再把它给放大哈，来这个样才等于是做功课啊哈，这样你收看我节目呢啊才有教化的意义。来看到从 38.85 给它涨起来啦，涨起来一波接一波，拜托涨了几波了，这样等于涨了几波了，好涨几波的话，大概呢，先用线性轨道来做一下划分了哈。那怎么划分呢？比方说，来38.85哈，来，如果这样叫做一个波段，叫一个波段，这里类似横向整理。好，一是不是二，对不对？再来三啊啊，再打下来，这里的整理啊，这里的整理就没有很久喽，是强制整理哈。再来，现在你看到哎，似乎这个就是五。如果你要做这样五波式界定，做这样五波式的界定的话，那请问它可以涨到哪里？它可以涨到哪里？最近它表现比国泰金来的还要强啊！啊，对，好 ，OK， 那一个情况来了哈。其实你如果说透过目测的情况之下，你们要发现一件事啊，第三波比第一波来得短，单单透过目测大概就看得出来了，第三波比第一波来得短，是不是？那艾略特铁律里头告诉你呢，第三波不能是最短的一波，既然第三波小于第一波，那么第五波应该要小于第三波。对不对？那个理论是这么讲的啦啊，第三波小于第一波，那么第五波就要小于第三波。那好歹你就可以计算一个东西了。请问一下，如果说从第三波换算半对数 H1， 它不能超过了 H1， 第五波就不能超过 H1 了哦，是不是？半对数换算啊，那这一下子有意思了，这有意思了哈。既然你说呢，龙头应该是这一个富邦金的话，那好 ，OK 啊，富邦金的确比较强啊。请问一下 H1 值在哪里？它再给它涨，应该不会超过哪里？一个数目字出来了，69.3 H1 等于693，没有人跟你保证那个点它过不了啊。是说，如果你要按照这样的一个界定，同时要依照艾略特那个铁律，真的你要把它视为铁律的话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理论上而言，它招两第五波呢要小于它，那么如果今天是 H1 值是693，它不应该超过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意思？起码你心中就一把尺出来啦，你再给富邦金继续抢的话，到这个地带的话，我起码就要奉劝你，它如果真的越来越接近它，那一下子最好是停停看，最好是停停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好 ，OK。当我了哈，在研究这个富邦金的时候，那不瞒你说了哈，我身旁有一位高材生，我身旁有一位高材生呢，他就跟我讲，崇哥，如果按照这个样子去分解富邦金的话，这位高材生跟我讲，崇哥，我也可以去发现呢，大力光股王，还有汉维科股后，这一下子他们应该也不能超过哪个价位呀、啊？这个股王股后可厉害的哈，动不动就要创新高，创这个历史天价的哈。那我身旁这位高材生呢，他透过富邦金，我分解富邦金的原理，他居然发现，如果按照这个原理的话，大力光它不能超过哪里，汉维科不能超过哪里，
这个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依照这位高材生他所讲的一个情况哈，来啊，是不是这一下子大力光很清楚？一看的话叫五波式咯，这个阶段来讲哈，这个阶段来讲它是五波式。那如果五波式的话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对不对？五啊，那一个东西啦，你先要了解一下哈。哎，这个第三波到底跟第一波怎么做比较？半对数 H 万子啊，半对数 H 万子啊 ，H 万哈，这个不是只有加减而已哈，半对数运算喽。嗯哼，嗯哼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马上马上就 OK， 来，唔对呀啦，嗯，这个数目字反正数目字本身不对了哈，来一个东西啦，没关系，一个东西哈。1935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难怪呢。我怎么看起来自己算的东西怎么会那么陌生？嗯，来来来，一个数目出来了，2840好了，2840啊，是什么2840啊？来2840啊 ，H 万值呢 ？H 万值哈，如果到2840段跟它两个是相等的啊，结果它到2820哈，来一个东西啦，半阶数告诉你啦。第三波的确是小于第一波，第三波小于第一波了啊，小于第一波情况之下，那么它应该还要小于第三波啊，所以接下来要算一下哈，接下来所谓啊这个第五波的 H 万值，来来来来来来哈，马上就 OK 了，多少？3302哈，有兴趣要抄录下来也没有关系的。没有关系哈，依照如果说刚才说的那个理论，把它分为这个五波式，假使这个界地是正确，又假使呢艾略特铁律还真的情况之下，那照理讲这个阶段而言呢，它应该不能超过3302，最近高点3230，最近高点3230啊，不代表它不能再高了哦。比方说它如果说再来这个样子哈，来仔细看啦，2600哈，这里，好，1234啊，四搞不好四还不会死嘞，四没死再起来的话，再起来如果接近这个地方的话，当然依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讲，你最好就用看的就好了，懂意思了哈。那除此之外再来，如果说看到呢，股后汉维科的情况之下，看起来似乎比较复杂啊，比较复杂的话，到底呢能不能适用呢？这同样的一个逻辑呢，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恢复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
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九九，健康九九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来看一下各刚刚我们所推的富邦金，富邦金再来的话，再来看到这个所谓大力光股王啊，同样的一个逻辑做推演啊，再来再换到股后了啊，来股后汉维科，汉维科的话啊，其实呢，如果按照同样逻辑的啊，你还是干嘛分解呢？把它界定呢成为五波式啊？怎么讲呢？来看到从这个地方，第一波呢，它延伸比较复杂，一这里当做一的话，好 ，OK， 这里叫做二啊，二的话这里叫三，这里叫做四，这里叫做五。好 ，OK， 现在第三波比较短，第三波小于第一波，所以第五波呢也要小于第三波了哈。啊，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来半对数 H1， 半对数 H1 哈，提供的一个原理逻辑，如果做一个换算的话，先换到股后了，换到股后了哈。嗯嗯嗯，来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，两千多，两千三百三，两千三百三，可以写上去做一个参考，没有关系呀哈。H1。2330最近高点是2290，一样非常接近，一样非常接近哈。那别误会，没有告诉你啊。当他接近情况之下，你就去空他。我可没有叫你干这件事啊。更何况人家书写上没有什么融资，他同样就等于没有券源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只是看一下哈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到底上头有没有限制呢？我也相当好奇。我也相当好奇啊，不是真的要空单啊，要做它可以做对象在哪里啊？比方说，来，在这个礼拜我们曾经分解一档个股啊，这一档个股呢，我不讲了吗？同样原理，同样原理哈。从这个地方起来的话，哎，五破四啊，一二三四五，那我给你换算过，让你明白了哈。其他第三波半对数 H1 等于小于哪里？小于呢第一波。第三波小于第一波，所以第五波呢应该要小于呢啊这一个啊第三波啊，所以 H1 限值在 31,H1 限值在 31, 看到最近高点 293, 啊所以还要等一下吗？等到30接近 31 吗？我告诉你了，我没等，我没等哈，高点就给它空下去，高点要空下去啊，空下去它马上它就死了，没有，它没死它还给你拉起来。啊，没死拉起来的，比方说我们就看一下这里哈，这里这所谓第五波这个阶段，我把它用30分钟 K 线放大哈，你发现了哈，来看到从这里哈，这里你把它高空下去之后摘下来要死了，没死呢，没死了，没死，人家他又拉起来，没死他拉起来啊，拉起来情况之下，哎呦，聪哥你们下手太早了哈，结果人家真的还要过高点啊，过高点的话，诚如你所讲，过高点之后呢，那么反正不会过他就是了啊，但是呢你们空早了一点，人家起来准备要过高了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拉起来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过高，拉起来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过高，过高固然是一个加空点啊，但是他还不见得可以过高，为什么？我就这个细部分解跟我们的会员附图解说，就这个东西啊，拉起来什么意思？来，拉起来可以成其为什么？看到我给会员最新的附图解说，拉起来可以成其为，拉起来之后当天没收高，没收高，他如果就这样又往下掉，拜托，菱形顶，小格局的菱形顶，了解我意思吗？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空标的。好，还有呢，想空还没有下手的啊。来，想空还没下手的地方在这里哈。这一档个股来，你看到下来这30分钟 K 线就好了啊，给它反弹起来。到这里的话，其实这里呢大概是第三关啦、啊，第三关附近啦 啊，没有说这样它就一定死掉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在这里逐双脚啊，啊逐双脚的话，哎，第三关要是给它正式过关的话，哎，这里相当于颈线哦，相当于颈线哦，啊，正式给它过关，第三关再过的话，请问图形测距满足点在哪里？希望它拉高。希望他成就这一座小小岛底再拉高，因为之前我们在这里685高空他的，希望他再来接近他，我一样有兴趣。那崇哥讲了半天，你举例的都是要空的对象啊，啊，难道你们都没有兴趣做多吗？不是没兴趣，一个前提嘛，你大盘起码拉尾，大盘拉尾，然后股价呢，我也只会低接。比如我心目中啊，有一档还虽然是好股，
还算是好股。这一档好股，如果说它真的现在似乎遇到利空哦，下个礼拜一啊，如果给它来个跳空跌停的话，我真的有兴趣叫的会员进去接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